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龄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自建站短视频营销，你必须了解的国外十大视频编辑工具一。从 Facebook 和 Instagram Stories 到 YouTube， 视频无疑已成为电商营销业务越来越重要的工具。事实上，根据 HubSpot 的2019年视频营销报告显示，美国有 87% 的消费者表示他们希望看到更多来自品牌的视频内容。因此，做电商业务的您，如何制作出有价值的专业视频内容，会对您的生意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。以下推荐十个非常有用的视频编辑工具，供您参考。一、QuickWeek 是一款专为带旅行者设计的视频编辑应用，这个工具仅需捕获您的视频后，可进行编辑和发布。该工具通过搜索您的镜头来查找最佳的时刻，并自动编辑剪辑和添加滤镜。如果您想要更好的控制流程，也可以手动编辑素材。功能包括能够添加照片，创建延时序列，获得100多首免费歌曲，自动将视频同步到音乐人工智能 AI 编辑，辅助各种各样的文字字体和表情符号缺点。用户报告称， Quick 有时会出现故障，编辑功能不如其他工具强大。该工具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系统。价格， Quick 提供免费的基本版本，用户可以升级到 Pro Plus， 它提供更大的音乐库和高级支持，每月$4.99，30天免费试用，最适合自动快速编辑。二、Adobe Premiere Quick。 Adobe Premiere Quick 是一个具有两种模式的视频编辑应用程序。一是完全自动化的模式，可以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在几分钟内就可以修剪和转换剪辑，让您立即发布。二是完全自定义模式，可让您花更多时间添加个性化的内容，例如特殊叠加设计和声音效果。 Adobe Premiere Quick 还有一个内置的音乐库来添加音乐，功能包括播放、剪辑和照片调整、曝光、灯光和声音级别，在对话过程中自动混音、音量添加、标题过渡和慢动作效果。 Adobe Creative Cloud 云存储支持与其他 Adobe 产品同步，缺点没有垂直编辑功能，这对肖像模式很重要。用户报告自动编辑质量较差，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。 价格，基本版本是免费的，用户可以每月$20.99升级到 Adobe Premiere Pro， 其中包括电影色彩工具、相机格式的灵活性、视频教程和声音细化，最适合简化的移动视频编辑。三、Slice。 如果您不熟悉视频编辑， Slice 可通过提供直观的界面简化了流程。顾名思义，此工具可帮助您将视频的各个剪辑模块拼接在一起，以创建具有可自定义过渡的聚合视频。内置的音乐库使添加音轨变得容易。 Slice 的 Apple Store 评级很高，这意味着用户认为它很有价值。功能包括修剪和裁剪镜头特效，包括动画您选择的标题和过渡样式，免费音乐和声音库，将您的视频同步到音轨的节拍缺点，仅适用于 iOS 设备。用户报告它经常崩溃。价格，免费最适合组合多个剪辑。四、InShot。 如果你想要一个简单的视频编辑器来创建 Instagram 故事， InShot 是一个很适合的多功能工具，轻松修剪剪辑、更改素材的速度，并添加过滤器。您还可以旋转素材，这不是所有的视频编辑工具可提供的功能。该应用在 Google Play 上得到高度评价，是一款受欢迎的工具。功能包括音乐效果和配音、叙述文字和表情符号叠加视频效果、轻松分享视频模糊背景缺点。免费版包含广告和水印。用户报告说，在智能手机上修剪视频可能会非常棘手，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。 价格，基础版本是免费的。 InShot 还提供应用内购买，最适用 Instagram Stories 5 HiMaster。 如果您需要更专业的视频编辑功能， HiMaster 提供的功能比其他一些应用程序更强大，此工具允许您逐帧编辑以获得最详细的结果。
比如可调整颜色、亮度和视频速度。您还可以在视频中使用最多10个图层，包括动画效果和手写。此工具不仅能提供最强大的功能，其直观的界面也很易于使用，功能包括比其他视频编辑应用更灵活，特效和音乐使用文本、图形、图像，录制的音频和手写图层对视频进行分层滤屏支持，及时预览选项缺点。免费版包括水印用户报告，导出视频存在问题，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价格。基础版本是免费的，用户可以$4.99的价格升级到专业版，最适合想要在旅途中编辑的高级视频创作者。6MV 视频创作和编辑的菜鸟级 Apple 用户应该考虑从 MV 开始。 MV 有一个易于使用的直观播放式界面，快速修剪视频剪辑，添加音乐和录制化外音。 MV 预装在大多数 iOS 设备上，这意味着您可以立即开始使用。功能包括 4K 分辨率为电影质量视频效果和滤镜音乐、画外音、标题和照片、电视和电影风格的模板滤屏。功能缺点可能会让经验丰富的制作者感到功能太少，仅适用于 Apple 设备，适用于 iOS。 价格免费最适合初学者 iPhone 和 iPad 视频用户。期 YVideo 对于想要更多编辑功能的视频创作者， YVideo 提供所有基础编辑功能，如剪辑、滤镜并添加音乐、文本、过渡和视频效果。该应用程序还提供具有高级功能的高级计划，例如具有商业许可的音乐和高达 4K 分辨率的库。